有提供的红酒，然后想说，如果你去，你应该会喝十杯之类的吧，一桶算了。Good night, mate. 我是 Cecil. Hi, this is Josh. 今天我们要去爬七星山。之前在台北念书那么多年，我一次都没有爬过。这次终于有机会来挑战七星山了，希望不会太累。走吧。这次我们和我的两个好友一起前往七星山登顶。原本前几天看气象预报台北会下雨，蛮担心无法成行，还规划了雨备，幸好结果是好天气。Hello, 我是孙燕。嗨，我是 Leon， 希望今天不要大铁腿。但你都没有看镜头，真假的？这不是很自然吗？一直往那边看。我们这次选择从剑潭搭公车前往冷水坑，省去停车的麻烦，再从冷水坑经七星山登峰前往主峰顶，最后前往小油坑搭车回剑潭。我们到起点冷水坑游客服务站了。冷水坑一上来，这边天气跟台北差超多的，气温下降。七星山位于台湾北部的阳明山国家公园内，行政区为台北市北投区，海拔1120公尺，是台北市第一高峰。哦，就这个步道，一开始也是有点陡上，也是颇累。不过今天看过去都是雾，看不太到，基本上是看不到景色，但有另外一种梦幻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在离起始位置没有很远的一个休息凉亭。有雾气，走起来很梦幻。我觉得步道就应该是这样，白毛山那个太夸张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雪梨了。我上次去雪梨，那个大概走几公里？6公里。那它的雪梨就是港湾的那种。它很多那个建筑物都是沿着海岸，就是，然后它就是有一个步道，就是沿着北侧的海岸，然后一直到就是它最远的那个到那个什么 Manly Beach 的一个地方，不是那个 Bondi Beach， 就是它那个海滩那边真的都是很漂亮，有另外一看风味。到目前为止，虽然我没有去地方很多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走的路线。它没有特色。我们现在来到东峰的山脚点。我们在七星山东峰。耶！好冷哦，上面。这位是需要来点酒精跟床的政委，热红酒哦，我捡得到。因为我们那个在红星诺亚，它就有提供的红酒，那我想说，如果你去，你应该会喝十杯之类的吧，喝桶吧，一桶算了，来一桶这样子。东峰往主峰的路上，一开始也是一个比较陡的下坡，再来就继续在上坡，但是距离很短，轻轻松松。
为了上主峰拍照，结果还要排队，惊人。政委提供的零嘴，给他一颗，你就直接挑上面的就可以了，包。包骨头，它外围是巧克力。终于过了满满长路之后，终于爬到了主峰，人超多的，因为后面那一群都是在排队，要在跟那个主峰的告示牌合照的人，我们不想排，直接在这里跟他说我们到主峰了。天气好，应该可以看到台北的市景，但是现在看出去就是一片广告草，非常惊人的顶峰感觉。准备下山前往小油坑了。这段比较陡，下坡。有点像是兜兜龙的那个遗迹。我们到下山一半的位置了。浓浓的硫磺味。看到终点小油坑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爬完了。这就是小油坑跟山口。嗨，现在我们人在小石坑，这里风景很漂亮。对，跟山上完全没办法比。山上都是雾啊，但是下面这里没有雾，就可以看到风景。之后如果天气好，可以再过来，对，应该风景很漂亮。我们现在要搭车下山。我们终于爬完山，回到山下了，天气差超级多。你觉得七星山爬起来怎么样？相对于昨天的白毛山，真的是OK， 对，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们这么简单，所以只能山上人才这么多。OK， 觉得山上人真的多到我朋友说，很像就是山上的人比士林夜市还多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个赞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频道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See you.